其實依家咧喺設計方面，我哋已經有啦。不過而家最主要係 source 嗰啲啊，即係買嗰啲原材料。嗯，因為呢啲呢個重用口罩咧係個全新嘅嘢嚟嘅，所以呢啲包括住嗰啲物料咧都係新嘅。嗯，所以你依家咧要而家知大家都知道內地咧就好難買啦。嗯，所以我哋必須找到去到其他地方，即係全世界其他地方買呢啲原材料。嗯。啊、有些人甚至想着香港自己值，但是这些值呢是 很大投资的、okay? 但是这个原材料是买到，但是 只不过我们没办法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准时到货、啊、那些、嗯、我们已经在动了这件事、嗯、设计方面有，那第二件事是测试，这个是一个新产品，所以呢它的测试的标准还没有、嗯、所以我们要设立一个标准，但这个标准我们可以 set 的，就比如我们说这个口罩可以重洗60次或者90次，它的功能同譬如说什么什么规格的口罩一模一样。嗯。这样这些可以定出来。但是变成等你定出来之后，你又会找第三方，第三方呢同你测试、嗯、确定 你的指标、嗯、你的规格。嗯、我们很难将那个数字定得很实。不过这个8亿呢是一个很粗略的预算来的。嗯。啊、也都可以说是一个初步的上限，我们不会超过这条数。嗯。